中国最著名的十位足球运动员，你认识哪几位？第一位张俊秀，国家队第一门将，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。第二位池尚斌，中国最优秀的足球选手。第三位吴广明，有着中国第一巅峰的称号。第四位贾秀全，获得最佳运动员、最佳射手的称号。第五位李惠堂，被称为亚洲之王。第六位孙继海，有球霸称号。第七位范志毅，中国首位亚洲足球先生。第八位素毛真，获得足坛真汉子的称号。第九位张思珍，获得中国最佳射手的称号。第十位荣智行，中国著名足球运动员。